教育部当日就会举办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的竞技比赛，桃园市太行高中的学生的彭顺浩，经过辛苦的训练，韩国考得热情、韩国用心的态度，在拿到的比赛机首副金素奖的第一名，也在太行高中第五摆拿到金素奖冠军。拿得热门书册，唐先生的吩咐过后，开始去检查鼻样机，做起鼻前的检查。虽然一摆拿到鼻样机首副金属奖的冠军，不过彭顺浩其实头黑嘛，认真英文唔好，接送无办法做到目标，是直到练习过后心情唔好，经过不卡人还有先生的鼓励，将天天的克服困难，一下做得同同学向下看热门书来维护鼻样机。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英文啊，我对英文也不太好，所以要拿出客家人这种坚毅的精神，才可以把这个读好。真的，同样的单字，但是它有不同的意思，尤其在这个领域里面。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这个接触之后呢，还是可以去克服它。学生的得到好成绩，自头欣赏李芬塔没动放弃，不过还是紧提醒学生的基本素质要加强训练。认真将鼻样机唔冲脏查嘅，大家动作同操作都会生意。还有马嘅蔬菜做唔好，天出爱天天改正过来。汽车在地面上，如果它故障了，它可以路边停车，它可以做它的等待检修的动作。然后飞机修护呢，它因为它在天上，所以说它不可以没有办法像汽车做这个飞机这个路边停车啊或天上停车的动作，所以说它更严谨。学校表示，结合红太产业的发展，学生的除了托学校接受基础证鼻样机的知识，此外，每位安排学生的利用寒暑假去航空公司实习验证学习的成果。大鹏金素奖同国内学校交流数字，带动学生的技术进入变化，为技术进步。客家新闻罗安塔桃园报道。